迟到了3分钟37秒，别那么认真嘛，还你4分钟，不用找了，上车。你说你啊，人不大，花样还挺多。你喜欢他？哪有？呼吸机麻痹会让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千万不要运动过量。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被照亮一次，不是吗？在音乐这条路上，那个唯一会赏识你、鼓励你的人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你居然把我喜欢看到你这样吗？你给我回去！其实记忆就像我手中的雨滴，你越想抓紧它，它就流失的越快。